有的是第一个难关吗？我行嘞！在旁边，小怪虐。所以大家都是从这里开始被虐的吗？直接半条直接就死掉了。What？ 不过我发现我穿这套衣服好像把人家脸上通通昏眩的值都比较高。没关系啊，就练一下啊，哪有什么？
整体的难度来说，比起一代那是。这黄色的可以挡吗？